好，镜头来看到光复乡是全国阿美族最大的聚落。每到七月份，各部落就会展开毅力性年纪准备工作之外呢，乡公所针对八月一号国定的原住民族日，特别邀集了各部落的头目、干部以及妇女成长班来召开第二次的筹备会议。会中包括增加族语演说比赛、各部落歌谣成果发表以及传统竞技等各项的庆祝活动，经过热烈讨论之后，是正式的拍板定案了。光复乡公所扩大办理八月一号国定原住民族日庆祝活动，第一次召开筹备会议达成初步共识后，今天再度邀集各部落头目、干部以及妇女成长班乡民代表召开第二次会议，就活动细节深入讨论，交换意见。娃娃不能三路放假，十八岁就大。还麻烦来，把他的地方，我那还有，那我二十岁也在他妈呀，你说他年月都我也能放假，十八岁，把路上你讲十八岁都成年也可以了，十八岁以上不分男女老，不分男女呀，哎，老幼都可以了。堪称全国阿美族最大聚落，号称是阿美族首都的光复乡，今年规划跨越扩大办理八月一号原民日，不仅延续过去传统，也与时代接轨。今年新增族语演说比赛、部落歌谣研习成果发表等庆祝项目，传承发扬族语文化。题目也定出来了，定了三个题目让演讲者来挑选。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原住民日的一个意义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的部落的文化特色，然后第三个我们挑选趣味性的我的家庭生活趣谈，看你谈谈你家庭哪些方面可以有趣的可以跟大家来交流的，这三个题目让大家来随意来挑一个题目来发表演讲。乡公所也事先公布演讲题目，让各部落十八岁以上的老少青年都可以及早准备参赛拿大奖。与会的各部落头目干部人员也高度重视。像那个原住民的服饰的话，或是里面的穿的差不多，都乱七八糟的，那个不像族服了，这样子，所以限制一定马太阳的就是穿马太阳的舒服了，这样子，不然就是太棒了。光复乡公所经过两次的筹备会议研议讨论，与各部落达成共识。乡长林清水也进一步指出，从七月三十一号开始，一连两天的八一原民日活动，除了新增族语演说、歌谣研习成果发表之外，另外也会有传统竞技、各部落歌舞交流展演。以及传统风味餐食，同庆共荣的同时，也要让更多人深刻感受光复乡阿美族传统生活文化。记者石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